市长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想请教一下有关疫苗护照。那因为其实疫苗的接种，它其实是基于人他本身的一个健康的状况，还有他的意愿。那这个样子的话，会不会涉及到有一点歧视的问题？所以想请教，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有研拟相关的配套，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形？那疫苗护照是这样的啊，我们有四种疫苗啊，AZ 高端、BNT 哦，还有莫德纳。你说你四种都不能打？在医学上太少了，所以原则上，那你说啊，我基于信仰的理由，我就是不要打，那也可以啊。那你就戴口罩打篮球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你还是可以打，但是哦，啊，你要餐厅能不能进来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们不能说不提供服务，那你就坐到旁边去，给你一个隔板，那不然怎么办？这一题我也想过了，但是那不然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